去家了，妈呀！车真忙，我宝贝让你开门了。真过瘾啊！可以养鱼哎，不然投资湖里的鱼是哪的？真的，今年最好的投资就是钓鱼，买鱼苗，然后下雨天接捡，放这个鱼水里，一晚上就给它养肥了。2021年7月13日，辽宁锦州易县，下午突发洪水，整个易县分厂村了100来家。
哎呀，来就来感受一下黄河的味道吧哈。看看这鱼下的太急了，哎，城里的道路都成海了，看看不愿路修的不好啊，其实都是鱼太急，你看看黄河是不是已经暴涨了啊。做梦都想不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。南汉列车已经可以移来了，司机舍不得坐的车里想开出去了，俺们已经开不出去了。水路院金广园机器人这边啊，很危险，正在等待救援。商场的旁边那个地方主要是我们城市的那个中心地带，它比较低，然后又是一个河道，我估计是大雨来了之后水来的比较急，所以说把那个河道上面旁边停的车就是给冲到那个河道里面。开船了，开船了。
7月11日，河南焦作寿丹河上游暴雨影响，形成洪水，沿河下泄。一段白衣男子冲进洪水救人之后匆匆离去的视频感动了无数网友。男子名叫史忠杰，今年33岁。洪水爆发时，他正准备撤离，看到一名女子被山洪卷走，没有多想，第一时间返回去救人。回忆当时的场景，史忠杰表示自己心里还是有些后怕的，但遇到还会这样做。一份特别奖及5000元奖励，唯平民英雄点赞。